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5月15日的英文新闻。那今天台湾最大条的就是台北新北的疫情变严重了，已经升到三级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新闻。Taiwan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raised the COVID-19 alert level for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ies to level 3 on Saturday, as the cities struggled to contain a spiraling number of domestic infections.好，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好，这个 epidemic 就是流行传染的意思， command 就是指挥，这个指挥中心，好， raised 这个就是增加提起的意思，好，它有举手那个 raise， 好，就把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警戒程度，好，把它提升到三级，好。那在什么地方呢？在台北跟新北这两个城市，在礼拜六，也就是今天。好 ，as the city， 因为这个城市，这两个城市呢 ，struggle 是挣扎，好，努力的想要怎么样 ？contain 的话就是控制住一个 spiraling 就是那个卷这样子曲线往上往下，这边指的是往上，一直曲线这样子往上的数字。好 ，of domestic 是国内的 ，infection 是感染。所以就是因为今天假如有看新闻在台湾的人的话，昨天29例已经很吓人了，今天突然增到180例，好，180例大家都去抢购物资了，好，所以呢就警戒程度是升到三级了，出门都必须要戴口罩，然后五个人以下的聚会，好，五个人以上的室内聚会要取消，所以杰西今天下午本来有活动也取消了这样子。好， Taiwan Central 啊，等一下还没讲到，还没完。The new alert will be effective from today through May 28th, the CEC said. 好，这个新的警戒程度呢将会 be effective， 就是有效的生效。好， from today 今天开始生效，一直到5月28。然后呢，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说，杰西的补习班也停课了，要停课一个礼拜。好，学生家校学生我想应该也有蛮多的都会停课，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出门这样子。好，来，那我们看一下这边 Taiwan Central Epic Command Center raised the COVID-19 alert level for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ies to level 3 on Saturday as the cities struggle to contain a spiraling number of domestic infectionsThe new alert will be effective for today through May 28th, the CEC said. 好，那这边的单词第一个 epidemic 是流行传染的意思。好，之前我们常看到是 pandemic 是疫情，那这个是 epidemic 流行传染。第二个 alert 警报警戒的意思。第三个 struggle 动词努力，它有一个挣扎的意思，就是啊很努力要做什么事情。第五个第四个 contain 这边指的是控制、抑制、好遏制那个新冠肺炎的那个增加。好 spiraling 这边就是加剧的上升或下降，就是一直上升或一直下降。domestic 形容词国内的。好，然后 infection 名词感染。第二个看到的是这个在美国的一个 Targe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其实好像在澳洲还是加拿大也有看过 Target 的商店。好，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商店，可能就像我们的家乐福啊、全联，应该比全联大一点，应该是家乐福那种的。好，就是跟 Walmart 那种差不多，都大型的超商。好， US retail giant Target is suspending in-store sales of Pokemon and sports trading cards amid safety concerns as customers fight for the collectibles. 好，美国的 retail 是零售商， giant 就是我们讲的大亨，就是很大的连锁店，很大的企业，很大的意思就是大企业这样子。好，它叫做 Target 本身有目标的意思，它的 mark 好像也是一个像那个标的物这样把这样子的，我没记错的话。好， it's suspending 就是终止。好， in store 在店里面的销售什么呢？神奇宝贝跟运动交换卡 sports trading card。 好，这种交换卡的话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小时候玩过神奇宝贝，杰西是没有，杰西那个年代还没有，但运动国台湾也没有那么流行运动交换卡，他们就是你可以去商店然后去买一些卡，然后那些卡的话好像就是你也不知道你会拿到什么，所以呢拿到之后不喜欢的或什么样的你就可以再去跟人家交换这样子。好，然后就可以玩游戏，Pokemon Go 那个 Pokemon 的话是可以，宝可梦是可以玩游戏的，然后 Trading Cards 的话这个有一些是很有价值的。好， Ami 的话前两天有讲过，在什么什么当中是一个介系词，它后面要加名词，它是比较正式的。好，在安全的考量， Concern 就是担心考量。好， As 因为怎么样， Customer Fight Fight 的话就是争夺争执。For collectibles 就是收藏品。好，这个新闻就是在他们的停车场外面呢，有好像四个比较属于青少年的，为了要抢这个卡片还是怎么样的，还是在交换的时候有问题，就各拿出一把枪来，但是好像没有发射这样子，所以呢就为了避免争端他们就不卖了。可是另外一家 Walmart 有讲， Walmart 就是他还是一样早买。好，再看一次 US Retail Giant Target is a US Retail Giant Target is suspending in-store sales of Pokemon and sports trading cards amid safety concerns as customers fight for the collectibles. 好，第一个 Retail 名词零售商，第二个 Suspend 动词终止，第三个 Trading cards集换式卡片，就是你可以收集然后交换这样的卡片。第四个 amid 介系词在什么什么当中。第五个 concern 名词担忧忧虑。第六个 fight 动词争夺。第七个 collectible 名词收藏品。好，那我们下一个要看到的是中国的太空船降落在火星了。An unmanned Chinese spacecraft has successfully landed on the surface of Mars, Chinese state news agency Xinhua has reported, making China the second space-faring nation after the U.S. to land on the red planet. 好，这边的主持 unmanned 就是没有人的，好，无人驾驶的中国 spacecraft 太空船。好，这是你的主持。Has successfully landed, 这是你的动词，很成功的 successfully 是成功的。好， land 就是降落，降落在哪里呢？ On the surface, 表面 of Mars, 火星的表面。好，那 Chinese State News Agency, 中国的就是他们的国家的新闻社，好，新华社报道。所以其实这个句子本来是应该在前面，然后这是一个名词子句 that。然后在新闻的时候很常会看到，你会把讲的句子放在前面，把谁谁谁说的放在后面，这新闻很常会这样子用，会用这样子用法。好， Making China 让使得中国变成第二个，好， Space Faring 就是这个太空旅行的国家，就是第二个太空旅行国家，在美国之后的第二个太空旅行的国家，把怎么样把他们太空船着陆在这个红色的星球，这个 red planet 已经之前看到也是一样，火星因为它是红色的，它的土那个土好像是红色，所以他们常常把它叫做一个红色星球 red planet， 指的就是火星。好，那这边 making 的话指的就是前面这一整这件事情，好，就是降落这件事情让他们变成第二个国家，就是降落在火星上面。好，那我们再看一次。An unnamed Chinese spacecraft has successfully landed on the surface of Mars, Chinese state news agency Xinhua has reported, making China the second space-faring nation after the U.S. to land on the red planet. 好，这边只有三个单词。第一个 unmanned 形容词，无人的。N 就是没有 ，man 就是人，所以无人的形容词。第二个 spacecraft 名词，太空船。第三个 space faring 太空旅行。好，最后一个呢是讲到老先生老太太。
好，现在他们都会用电脑了。为什么？因为都被隔离，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就是要用这个才可以跟孙儿们见面这样子。好 ，Defined in the face of COVID isolation, older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ventured online, often for the first time, and mastered technology, reading bedtime stories to grandchildren over Zoom and holding book clubs on Microsoft Teams. 好 ，Defined 这边有对抗。好，对抗怎么样呢 ？In the face of 就是要面对这个新冠肺炎的孤独 isolation， 被孤就是大家都不准出门嘛，就像台湾现在，好像现在还没有很严格，还是可以出门，但是呢，不知道疫情会继续怎么样下去，会不会有封城的一天也不知道。好，所以呢，就是会有一个孤独，那老人家，全国的老人家，等一下忘记了这是哪一个，这是 Guardian， 这是英国的新闻。好，英国的老人家呢就怎么样呢 ？Venture online， venture 的话，这边的话，它就是有点冒险的意思。然后他们就是努力去做，然后去上线。好 ，often for the first time， 通常是第一次。所以这边的话，其实你的主词是老人家啦，那你的动词就是，他们去探索，他们去探索这个线上去上网。那通常是第一次。然后呢，这个是你另外一个动词 ，and master。Technology， 好 ，master 的话，这边的话呢，征服了、专精了这个科技，这样子，所以他们用来干嘛呢？阅读床边故事给他们的孙女、孙子们听。那用什么呢？用 Zoom。然后呢，就 holding 的话，就是就举办这个书，这个叫什么呢？书迷俱乐部，就是大家一起看书，在 Microsoft。微软的 Teams 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因为我没有用微软，好，应该是跟 Zoom 一样 的意思。好 ，Now a UK study has shown that their determination to access and enjoy the internet's social possibilities could have had another advantage, protecting them against dementia. 好，现在呢，英国的报道就证实，就是显示出怎么样呢？这个。英国报道主持 has shown 动词名词子句在这边。好，他们的决心要去接触，然后要去享受这个网际网络的社交可能性。好 ，could have had another advantage， 可能有另外一个好处。这个好处就是什么呢？预防他们去得到 dementia， 就是老年痴呆症这样子。好，所以就是因为你有用动脑嘛，就是比较减少你的脑的退化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把这边看过一次。Defined in the face of COVID isolation, older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ventured online, often for the first time, and mastered technology, reading bedtime stories to grandchildren over Zoom and holding book clubs on Microsoft Teams. Now a UK study has shown that their determination to access and enjoy the internet's social possibilities could have had another advantage, protecting them against dementia. 好，我们看一下单词。第一个 defined 对抗的形容词。第二个 isolation 名词，孤独、隔离。第三个，怎么两个？第三个 venture。好，就是动词冒险去做nothing venture, nothing gain， 之前有讲过那个谚语。第四个 master 征服动词，它也表示做一件事情做得很好，也叫做 master。 好，它有 master degree 那个 master， 那有主人的意思， master 这个字意思很多。好，再来 determination 就是你的决心，你的毅力。好，第六个 access 动词读取，好，或者是接触到什么东西这样子。第七个 advantage 名词，好处。第八个 dementia 好，就是名词，痴呆症，老年痴呆症的意思。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宝贵的时间跟杰西一起收看今天的新闻。喜欢的话欢迎按赞，杰西有脸书部落格跟 YouTube 频道，都欢迎订阅追踪分享。再见咯，拜拜。